英国学校食物系点样，我就俾大家睇下啦。一般都会系热食，一定有肉有斋嘅选择。另外仲有沙律巴同甜品供应。好多时候因为学校有国际学生，所以佢哋都会尝试模仿唔同地方嘅美食，例如中餐同埋印度就最常见。食饭嘅时候都会一大班人食，仲有分时段，所以大家咧都练成神功，十分钟内咧就食完噶啦。大时大节，例如农历新年，都会有特别节目，例如我哋之前打边炉咁样。最后学生咧同老师都会分开食饭嘅。大家想知多啲学校生活，就记得留意翻我呢个星学界花姐 channel 啦。